这一仗呢，就是我们升上二级车队的第一步。我们要占上风，就要在第九圈提早突围。秋明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早就满出来了。 你是我的破风手，你当不了就离开。那你为什么不当抽烟手？我会的，我会的。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preserve my dignity, and that is my worth. 对不起，我喜欢的那个人是他。我要选个冲线手。 不要为了赢而搞乱自己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只有留下或者离开。今天是你要冲线的时候，我必须让开。我曾经犯过错，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一辆单车。下一场比赛你就要开始习惯输了。 我好像已经听了好久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呢？<笑>